坐落红磡黄埔花园附近的海逸豪园，是区内楼价保值的豪宅。由于生活配套完善，加上校网有传统名校，和黄埔车站通车之后，吸引不少区内换楼客进驻，亦都是中产家庭的心仪屋苑。1998年落成的海逸豪园合共四期，由25座物业组成屋苑，楼高15至48层，提供4700多个单位，由一房至三房都有，户户有窗光猛。由于有不同的开积，不同类型的买家和投资者都是目标客户。海逸豪园沿海滨长廊而建，向北户很多都享有无敌海景。屋苑生活配套完善，除了自设海逸坊商场有不同生活货品和食肆之外，住户亦都可以去黄埔广场，有戏院、著名食肆、日式百货、潮流服装等等，生活选择多到你揀唔晒。讲到交通，海逸豪园绝对冇得弹，行5分钟就到黄埔港铁站，亦都可以去红磡站搭东铁去罗湖，西铁去屯门、元朗等地方，一阵就到。如果想搭巴士，理工大学过海同去九龙新界各区的巴士都有，而区内亦都有多条不同的巴士、小巴线，基本上香港、九龙、新界完全可以直达。红磡码头有船去北角，这样的交通还哪里有得输啊？海逸豪园位处35小学校网，而中学校网属于九龙城，可以说是 Band 1自强校网，很多人高价租屋都是为了这个校网。名校好像拔萃南书院、喇沙书院、协恩中学、香港培正中学都是传统九龙城区名校。看完今次介绍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屋苑详情，请联络以下分享。